不要再迷恋哥的张马特，张少。累不累啊？这个有点有点紧是吧？因为你刚才一讲话就有青筋。哎，可是你不是小棒吗？说谁小棒？然后那么下一位，我是欧飞碟。哦、欧飞碟您好，哎。为什么他只有他配得到一个您好？我们都是一对奚落。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。每个都要说一句嘛，差不多了。然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坐下来一块聊一聊。好了，好，走走你。我见青山多妩媚，青山见我，你哪位？那么现在呢，我来问一问各位，都是那都是哪位？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我们先从甲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甲想，你们也可以叫我甲楼主。哇，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可以拥有一栋楼？然后我是这里的包租公。包租公，包租公。你是说自己是楼主，在2008年会被很多人顶一下？为什么？顶楼主那个，楼主说的对，顶。对对对。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然后呢，他们又叫我白日梦想家。这是我的歌，我可以把我的每一个白日梦全都实现。哇哦！然后我今天来给你们都准备了一些小礼物。哦，还有礼物？彩票吗？那有什么用啊？划过的彩票除了恨别人，没有任何的用、啊。你仔细看，就说这张彩票吧，最高奖金40万，只要有36，你就可以拿走40万。你是37，我觉得你在内涵我。你都给我们刮完的呀，这些彩票成就了我。你天天就刮彩票，对不对？好顶，楼主说的对。那么下一个是张，我的本名叫好棒。啊，一个人躲在世界的角落，连寂寞都嘲笑我太堕落。请不要45度仰望我，因为我会90度的俯视你。我就是张马特，葬爱家族的首领。哦，就是2008年的押韵王是吧？特别爱押韵。2008年，我来自男爵眼泪家族，我爱打魔兽争霸，我的偶像是大张伟。咱俩握手，我的偶像也是他。哇，咱俩都喜欢同样一个人，好棒啊！你叫什么？男爵眼泪家族啊？男爵眼泪家族张少，家族的张少。不是你不就是小棒吗？为什么那么多名字啊？你到底姓什么呢？我姓好、哦、我姓好，但是因为我的偶像叫大张伟，所以我叫张马特。我叫张马特，因为大张伟姓张。哇哦，他跟你姓，好可怕。